他聊天室，你也叫我闭嘴什么我的，叫你闭嘴而已，又没有叫啊，你。都是你先啊，我是不能打字哦，可怜。那 我叫你闭嘴而已，你就那么激动？不是叫你闭嘴？什么？甜不辣又不是我讲的，你走心那一次那是你朋友讲，他说你像甜不辣，你那么走心，我怎么知道？谁知道手指花像甜不青，辣会生气？我又不知道，我又没看过手指像甜不辣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会生气？有个可怜，真的。对嘛？我又没有嘴炮你，嘴炮你的也是你的观众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拜拜，休息了。休了。对啊，我没有跟他计较啊，是他自己，他在那边嘴炮，我没跟他计较，对不对？那个甜不辣又不是我骂他的，我又没有骂他，所以我就没有理他。没有，不太想屌他，是这样，就是他喜欢打嘴炮。我先靠北，我又没有靠北你，你又讲不出来，我又问你，我靠北你什么？我靠北你什么？每次是不是都是你在靠北？老听的表弟是你的十八原则就是，然后你问观众啊，大家都有眼睛啊，是我靠北你吗？主播跟我说88。88，你问你自己问观众，是我靠北你吗？我没有靠北你。对吧？我没有跟他吵架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没跟他计较啊。我不是给他一直念吗？差不多了，看一下，弄一弄。7:19。晚点要团练哦，应该没有要团的吧？他们应该是不太会团练的吧？看起来是没有要团的啊，反正是。OK，我知道了，你对我有恩的剧情。你对我有恩的剧情，没有啦，没有啊，我跟他不熟，我刚跟谁吵架？我刚没有跟人家吵架，没有，我只是解释，我没跟人家吵架。风铃说是让我们两个吵架的效果，没有啊，我没吵架啊，那哪是吵架？吵架会对。